Today, if major snow is the third follow term of the winter, here are some tips for you. Let's check it out. Okay, let's welcome our doctor from 东城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r. Zhu. 周老师您好，你好，大家好。今天咱们这个大雪节气，我们今天咱们吃炖羊肉是为什么呀？这个炖羊肉里边放的有当归、黄芪，还有辅助的桂圆、枸杞子、陈皮、生姜、大枣，就这些可以起到一个综合的调补作用。主要靠的是当归的补血。黄芪的补气，还有羊肉的助元阳、补精血、疗肺气的一个作用。哦，明白了。那您看，咱们除了这个吃羊肉之外啊，咱们像这个节气还能做点什么？比如什么寻寻穴位啊，让我们注重一些家庭养生呢？可以啊，就现在养生是很好的季节。三阴交穴嘛，三阴交还是现在对于这个季节挺不错的。这个三阴交穴在什么位置？三阴交这个穴。它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穴，这三条阴经呢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少阴肾经的三条阴经的交汇穴。这个穴位在内踝 的上三寸的地方。对，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比如说出门要戴围巾，把大椎给护上，这样可以固护阳气。太冷的时候可以戴上帽子，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穿一个长长的袜子，把三阴交这个穴也盖上，这样会好一些。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And the next follow term is winter solstice. If you like that, don't forget to follow.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